此地应是淳于琼迎战。安叔，事不宜迟，兄长，快些！ 自配请莫急躁，看四周环境，又无巡逻哨位，想来淳于琼也才至此地，不胜防备。你我救人尚有机会，他营地不小，不可盲目搜寻。兄长，那边正有几个零散失足，不如制住一人，询问消息。都快些，看看四周房屋内还有无值钱玩意，都捡出来。 将军福气不浅，白捡了功劳，还带来一位小娘子。要俺说，不许私事，有活不好。倒是那小娘子娇美的很，哎，也不知有无艳福能再看。 杀我！莫要杀我！晋升，温如达，若想活命，便从实招来。温如达，将军是否嫌疑女子在军中？饶命！将军确实疑女子在军中。现在何处？ 将军与那女子去中心帐内去了。你，助纣为虐之徒，死不足惜。淳于琼与阿仲娘子，定是在寨内大帐中，速去。 将军这是你想什么？上头有令，听便是了。快些把寨门关好，只留北门便可。
我们在中军大帐附近戒备森严，此战不可避免。弟与兄一同迎战。 阿若，再忍耐片刻，我这便带你离开。 子佩带阿若先行，为兄断后。 兄长，一切小心。 阿若，再忍耐片刻。
맞추다 쓰.
感じだっす。
小儿倒有几分本事，我堂堂大将不宜与他拼斗，至巨龙部中向他围死便是。子佩应已远去，我也速速离开此地。
方山路似乎防备薄弱，请往那边去。走了贼子，麾下大将淳于琼，如乃何人？敢房屋抓捕贼人？将军孔飞捉贼，
是自己做贼儿。庶子胡言乱语，左右都与我擒下。将军身为汉臣，不思报国安民，反害乡里，是为国贼。原本出家四世三公，威德远重，将军既为员工部署，不顾员工家生，履行恶事，是为臣贼。以一己私欲劫掠妇女，杀戮无辜，是为民贼。因之辱没祖上，罪生累及子孙，是为家贼。将军且看我是否胡言乱语。敌众我寡，不宜恋战，前方有了匹马与你，速速上马与我离开。放肆，速追速追。小的们，多拿些钢来，我要让这两个贼人尝尝苦头。
你伤势如何？可需帮忙？承蒙娘子搭救，伤势无碍。在下赵云，风云之人，字子龙，尚未请教娘子姓名。你也忒正经讲理。在下姓马，名云露，赵云之云，福禄之禄，尚未去表字。子龙兄，直呼我名即可。敢问云露娘子，如何来救得赵云？我家本在西凉，今次随父进京，然家父在京用事，实在无趣的紧。云露左右闲来无事，素闻冀州大好人也，若不纵马驰骋，岂不可惜？于是离了京师，一路游行至此。这才路过正里时，遇一郎君精心恶事，复得知子龙兄身陷贼巢，故特来救之。云露娘子高义，只因一眼便愿只身来救素未谋面之人，救命之恩云实在无以为报，日后但有差遣，云当任凭驱使。燕赵之地，古来多有侠气。云露入乡随俗，路见不平，唯出手而已，救人企图回报。且子龙兄愿为百姓鸣不平，愿为兄弟只身断后，自是丈夫好汉。纵此前不识，又有何妨？惭愧，惭愧。云是为乡亲邻里与手足兄弟，自然当仁不让。哦，如此神驹，敢问云露娘子于何处寻来？这马儿是西域大渊国所出，天生异种，因毛发如雪，月下可见银光流转，熠熠生辉，人称照夜玉狮子，云露便为他起名照夜白。我凉州马群已是威武不凡，这马儿却还要雄壮许多。我家在凉州也算颇有声名，得西域使者赠送此马。前年云露生辰，蒙家父厚爱，将之相赠于我。云露娘子品貌超群，所穿铠甲、锦袍，皆不似寻常人家。此等西域神骏，更非常人所能驾驭，其出身想来定是不凡。西凉马氏大族，恐怕只有……敢问云露娘子，可是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？正是，今西凉太守马腾便是家父。既如此，我们便算相识了吧。凉州好酒，既逢新知，怎能不饮？这云便为携带杯盏，恐怕不合。适才子龙兄曾言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但有差遣任凭驱使，可还记得？自是记得，可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子龙兄陪云露饮这壶酒，就算还了救命之恩吧。既如此，云便得罪了。唉，好酒，真是好酒。那是自然，我凉州好酒无人不赞。
将军看中之人，还将其害死，你我乡里都要遭殃了。住口！尔等还有脸面说？ 阿若孤苦娘子，父母俱为山贼所害，尔等乡民就是大队亲近熟悉之人。我与兄长只身冒死杀入贼寇，救得尔等回家，也是受阿若所托。可那淳于琼强抢阿若时，尔等作何回报？乡里之荣华！ 居系于阿若娘子手中，岂不生于乡野间？好言无耻之尤！淳于琼人面兽心，凶相毕露。阿若跟随那等豺狼，岂能安乐？可尔等一句，只一句回复阿若之言都无。 如今阿若为狗贼所害，尔等都有脸面责怪于我。早知尔等是如此十全之辈，便该任由尔等为山贼欺师鸟兽啄食，生死就由我何干？这我。 那我等又能如何？是啊，那我等又能如何？我等乡间小民手无寸铁，无权无势，也不似如有如有。先是山贼劫掠，后又有官军威逼，我等也想要活命。淳于琼纵兵威胁，杜若若是不从，我等或都将丧命。为这众多乡民性命，现一女子又如何？我等。 又不曾亏待于他，难道还要因他一人使众人为他陪葬？阿若也是我从小看大，如同女儿一般，可我想活命啊，又有何错？官匪通行，豺狼当道，我不过想苟活一命，又有何错？我又能如何？你告诉我。 这般做，该是如何活命啊？兄长，我怎能？ 是这一意，走吧。子曼哥哥，姐姐死了吗？阿叔，自他去阿爷那里，抱歉。 阿君，子佩如何了？病情可是？ 兰兄虽已无大忧，但经脉之中始终有浊气未去，长此以往，恐伤及根本。我曾自医书古籍上得见一药方，或可一试。
师。只是其中有一味药却要用到熊胆，我寻了张耳询问，得知曾有乡人于东南郊外的荒地看见有黑熊出没。阿娟便想着去那荒地一探，若真有黑熊出没，是以草药或陷阱困住那黑熊。如此危险之事，怎不换上为兄一同？正是，阿娟妹妹纵然是担忧紫佩兄弟，也当以保重自身为先。走吧，我与你同去一趟。多一个人便多分照应，我也同去。